突然一切都觉得蛮正常。时间限定，好，先看一下这个，看不到图片啊，我要图片啊。这一张。哦，所以560颗石头，不怪了，大概2300块左右，2300、2400左右。期间限定只能10连 ，fuck。没有啦，没有。是我数值太低吗？可是就算我点上去，我的攻击力也不会增加。那个加的是血量，不是吗？期间限定特价，哦，现在我只是把我的600滴血加到800滴而已啊。30块就可以买到30颗石头。啊！我还是打不死他。啊！还好，还好，刚打这么久，多了这个，多了很多很多的水，现在是喝不完。短期内喝不完。其实也没有多短期啊。赶紧换衣服哎！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就砍下了第三下呢？
一次。哦，我们要把不一样哦，每一次的死亡都当成一个历练。一哭哟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微笑的面对每一件事情，各位。有感，有感，有感，有感。我好去想，他这蛮正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要相信自己，只要相信，就有力量。剩最后一次机会，剩最后一次机会，好可爱的妹子啊！
光看到他脸，我就觉得刚刚的游戏比较好玩。干，凶神丑煞，怎样？选是不是？选择吧，你的未来。我已经开始想玩秘境了，我觉得刚刚那款比较治愈。又是那一天，又是那一天，那一天人类终于回想起。白痴，不要每一个东西开头都那一天啊，烦死！战斗开始，太快开始了吧？我要干嘛？移动消费 EAB。Blue Steak 啊，这是 Blue Steak 啊，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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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我一定要休息吗？好，休息，休息会浪费4 AP， 但是会 OK。
男怎么样？怎么样会变成宅男？就是一直在休息哦。探索、哦。在我们的世界里面，这不叫探索，这叫做建筑。很明显，在女武神的世界里面，这叫做探索。金钱打击吗？刚刚是灵魂金钱打击。我们是拿我的圣经石打他脸吗？连续攻击 hit。应该是一直骰那个奈森的运气啊，这个奈森呢，很明显是骰到一个走桥桥会断，走路路会塌那种，路会塌的那种运气。XT 啦，肯定不会出。
旧亚南我去过了。玩到现在，我只有一个很简短的心得。就是问题不是出在那个老阿嬷那边，就是我杀了他，并不能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。希望大家下次遇到老奶奶的时候，可以好好的对待他们。白痴！这亚南我去过啦、啊，可是虽然其实我不觉得我打不赢，跟我的伤害有关啦、啊，打不赢纯粹就是。旧亚南过去是哪里啊？抱歉，刚刚被查水表，刚可能不小心对我们的手游天尊史克威勒讲了一些不敬的话，被查了水表。哎、欸，那你有装一瓶上去啊？啊，道歉了一下，没有，没装，我放在门口那边。全部拿上来了。没有啊，我只拿一个。我想说你这么溜干。白痴，我全部拿上来，怎么可能？时光屋终于又有水喝啦！没错，我们终于拿到水 ，nice， 奈森。上次我们玩到哪边啊？上次我们玩到……所以我说不是伤害的问题啊，就是你害的啦，干！声音够大声吗 ？XT 啦，玩到一半 ，XT 好像不能说人话。游戏不能这么画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一定会，一定会把那个主教干死。然后我们上次玩到的部分是，一定会。我们上次玩到奈森，他终于知道他哥哥是骗他的了，他哥是骗他，是一个。根本就没有卡扎内，对，还是什么阿卡扎，他根本没有阿卡扎。然后他老婆不知道为什么找到他，啊，好险，霍尽从远，霍尽从远，他老婆找到他 ，nice。现在呢，我们去找山姆，直接救山姆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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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前一句，你刚刚说你跟谁借来的？哇，还是卡哇伊都以后都有。你刚刚说他的，你跟谁借来的？不想那么看近看你啦，你好恶心。借来的是不是？我们这个浓水瓶的游戏，大家觉得好不好玩啊？因为我那个石头也没了，所以我也不能去更新我那个斧头。还是等一下我换那个斧头，砍砍砍。大家也可以买一份来玩哦，享受这个哇浓血瓶的感觉。你们觉得跳下去会不会死掉？下面是虎，但是，干！我觉得跳下去一定会死掉，到底会不会死？哎，最正确的走法不是走河然后过去吗？我觉得其实我应该就一次弄到底，然后买他妈个。300瓶火焰瓶，一次丢10瓶，再有一次我可以丢死他。躺着玩，坐着玩，跳着玩，还是埋着脑玩。我往前滚会有一个视角很大的问题，你懂吗？就是我滚过去，我从这边这样往前一滚过去，然后我就会看不到他的什么时候要砍我。从怎么感觉有点在看那个？而且我感觉我滚过去好像也没有办法打更多下来。总感觉自己在看什么？从零开始的耐神者。这里就可以，刚刚那边就不行。Fuck！ Cherry 88678，早安哦。你大早一定要保持着心情的美丽，如果心情不美丽的话，人也会不美丽哦。干你娘！不要给我提到美 Z。
我反而真的是第二次打的时候，那次打的超级顺的。找闪那视角真的很烂耶，干保持微笑。操你妈的！我怎么不开台打英雄联盟就好了？不行，我是真的想去拿那个。
脚真的很卡。我不知道刚刚那里是我们来的地方，没到底那边会没办法丢绳索啊。OK。血瓶真的是越浓越少欸，而且还有一群底比尔。天啊，看着我弄这个血瓶看了他妈的五个小时。太厉害了吧德瑞克。你的对手都是低能儿欸。汤姆早安。他这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对不起亚南中部那是左边吧，左边两只砖胖，砖胖是打血瓶啊，我可以农，我农德还可以顺便升级。哎，吃色三角不会哦，你只是在翻 POD 哈哈。跟大家说个笑话，我打得过这只王，我不会喝醉后又忆全新2016最好笑笑话，各位学会了吗？这女人太夸张了，那一只可以枪反，我一定烦死他。我根本是枪反达人，枪反怎么样？我的枪反是用嘴巴喊的。稳的那种，相反，
敢不敢不要这么靠近我啊？干他妈特种部队哦，太硬了吧！印度兄弟。我现在最近能打的就这两只，对不对？一只主教跟一只皮卡丘。就这两只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那个瀑布，搞不。为什么不开这台啊？这台看起来更厉害。突然想到，为什么不开这台？还有女巫可以打，女巫有比这一只简单吗？靠背啊！不要下车啊！主教是我能打的最烂的吗？不是他最烂，烂的是我。这里，我确定。女巫没打过，我现在只打过我好像三只而已吧。啊！一不小心就射了。看这台车太强了吧？这样不会滑的。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。等我干死他，我再去干那只女巫。好了，刚刚那个，听起来海岸线是最亏的那个啊。海岸线就是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？我们的海岸线，我们这一次就成功的解决了德瑞克加德瑞克。我们成功杀掉奈森跟那个谁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什么事都没做。我们找到了海盗的仪仗，海盗的那个海盗的东西，但那是属于拉夫的，因为我们跟他签好合约，但是我们成功杀掉德瑞克喽！哦耶，胆小，听起来哦，不完美的开始不如不要开始，对不对？不是仪仗啊，仪仗，找人家仪仗干嘛了？靠北啊！而且我没有看到动画耶，好亏哦！
这样啦。而且我觉得他有的时候，我明明就是按我那下砍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明明就是按滚，他就会把第三下补出来。